大哥，你俩差辈儿了。小姨夫，大哥。小姨夫，大哥。小姨夫，这怎么不行？你抽完了没有？抽完了。抽完了，赶紧救人。那他呢？哎呀，你别管我了，这交给我。那行，你看着他点儿。小姨夫，我的天哪，这是干什么？一直想我，只恨不想永想。坏了，不管用了。我刚才做了个梦，我献了一大堆血。啊，小姨夫。啊，你没做梦，你就是献了好多血，你献了400cc 的血呢。哦，献了就好，献了就好。小姨夫啊，你今天为了献血都晕倒了4回了，你的身体今天好像不是那么强壮，你今天用啥非要献这个血呀？顺风啊，哎，这里面还有个故事呢。啊，你来。哎哎，咱们家老房子，以前着过一次大火。哦哦哦，在那次大火当中，我的腿被倒塌的房梁砸着了，我怎么抽也抽不出来，鲜血直流。哦，我想完了，这一辈子再也见不到我的亲人了。哎，朦朦胧胧，消防员战士冲了进来。啊，他把我背了出去，送到了医院。因为失血过多，必须输血。经过化验，我是 Rh 阴性 AB 型，熊猫血。医院没有啊，还是那位消防员战士，他站了出来。他说我就是熊猫血，我得救了。但是我到现在我不知道那位战士的姓和名，但是他的坚定的目光一直在我脑海中久久不能忘怀。今天我在车上听说有人受伤了，正好是我这种血型，我不管谁受伤了，我一定要来，我要把血献出去，我要献出我这份爱。谢谢你春芳，你让我实现了我的梦想。小姨夫，你是个好人。大哥，大哥，你是好样的。血已经给战士输上了。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那这个血就算咱们三个一块献的。小姨夫，你是熊猫血，这血是你献的。对。哎，那我们能去看一看这位战士吗？对呀。现在还不行，等他醒了，你们明天再来。哦，那也行。小姨夫，你回去休息休息吧。那行。对啊，回去休息休息。哎，走。慢点啊。那个针眼24小时。下雨了，小姨夫，咱还走不了了呢。不行啊，下雨了我也得回去。咋的？我得给你小姨做饭呢。那行，可咱没有雨伞呢。小姨夫，我这有伞。哎呀，一把就够了。对对对，谢谢你啊。正好明天我们在那看那位消防员战士，顺便给你还伞。好。行，谢谢啊。没事。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哎。总在风雨后，乌云上有晴空，珍惜所有的感动，每一份希望在你手中。